丁丁，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就是我们家吃的餐厅。我们现在要去你最爱最爱的 Nike Town。你也爱对不对 ？Oh, I love it。我爱你就爱了。Yeah。因为这家听说是新开的、啊。很棒啊！去看看。你怕我大买对不对？你要记得，我们后面还要去 LA 跟 Houston。你要是买很多的话，我们还要提好几个 city 才回台北。没有错。Keep that in mind, OK? 不能只镜头。Hold of yourself. 不能只，谁最爱吃？谁最爱吃？对啊，算是很小吃。You. 是你当初打算，你有想过未来变成一个职业或什么？哎。Hello， 跟台湾的乡亲问好。台湾乡亲大家好，很开心可以在 DC 跟黑人哥见面。Love life forever。今天是拿到的礼物是不是？今天拿到礼物 Love life。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Nike Town 逛 DC 最大、刚开的 DC 最大的 Nike 的 store。Okay. 然后我明年要去 Nike， 今年要去 Nike 工作。哦，确定拿到工作了？确定。怎么说？已经收到？已经收到 offer 了。对，哦、今年要在 Nike 总部工作，非常开心，恭喜哦、非常开心。以后黑人就变成我的客户了。哦，好。先，我们要去 Nike Town。大家对你的那个影片是蛮喜爱的，哦、真的哎、欸、，What a Q guy。好，No. 最好不要 PO 了，OK？ 他脑筋好脱臼了。对面，我们现在往哪边了、啊？现在要去 Nike Town， my favorite store。哦 ，On the planet。我也是。王道的 Nike，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Air Max。Why？ 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穿，而且它的 design 很棒。我每一代都，我家有大概20双 Air Max。没有错，范范的弟弟是 Nike Air Max 的狂人。可是今天没穿，因为今天要上班。你要跟 Annie 姐跟小玉讲一下你家什么？ Oh, 就是 Keep up the good work。Nike is a brand。It's a brand. Do the right thing. Okay.现在我们在那个 DC Jonestown 这边附近，然后 Jonestown 呢，除了很多有名的篮球员 ，Patch Ewing， Alonzo Mourning， 然后 Mutombo 也是 Jonestown， 然后 Allen Iverson。马上就可以拍到，右边就有墙。看一下，右边就有墙。他说要学大家疯狂啊！哇，哎、欸，看一下，他们里面在做活动。刚开的。Thompson 教练是传奇人物。今天新开的，他马上有一个要。夜跑活动，看一下。注意你自己是不是穿 Nike， 真的很重要。他最喜欢的。2013年 Air Max Limited Edition， check it out。对。I got one already。Thank you, Nike。David 啊，他哈佛研究所毕业，但对 Air Max 狂热。他唯一会哭的一件事就是美式足球。哦，我的 Patriots 今年惨念了。丁丁。这些，你想要怎么跟我说？我们家的墙壁里面有几百双，可能不止几百双。所以呢？所以有什么建议吗？所以要不要买？所以如果他买任何一双，我就会。
就会这样。Thank you。翻白眼。Raw, my eye。好了，讲完了。哎、Air Max One 是我人生第一双 Air Max， 它竟然出了一个粉红底，错。哇，你应该买一个这个。我已经有一双一模一样的。我人生第一双 Air Max。